片，他们在拍片，他们在拍片。我唱了，我唱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！什么？快乐！因为伊娜的生日快到了，我们想要和工作人员一起整她。伊娜的生日快到了，因为她之前很常出车祸，然后我想送她行车记录器。那你们这边有什么想法吗？我们想要帮她准备个生日企划，我们想要和工作人员一起整她。不是，它是一个蟑螂药啊，为了假蟑螂吓你，只要不烧到它。好的，那因为我自己平常很喜欢逛虾皮，所以我今天就买了这几样。这几样其实都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就是一些什么下单我就寄这样，所以就买了这些。那我就想，我要先这个好了。好，那我就先开这个。好，嗯，太冷静，这个有点，我要很叫是吗？真的很奇怪，你真的绝对想不到里面有什么的东西。嗯。画面里面它是一个完美的泡沫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哎。我觉得这比较自然一点。好，那这个从最小的开。有吗？有啊有啊，还不错。拿安全帽，拿安全帽，快点！不用不用，真的不用，不能出去。把它出来，看这台这台，超大看超大看，先润滑，先润滑先润滑，拜托，哎，哇，对不起，打太大力，原位原位，闻一下闻一下闻，你要吃你啊，你要再下回来，哈哈哈哈哈，拜拜，小偷小偷。OK， 大功告成，勇士守候在这里三天了，就为了这个改造过后，哇，好炫炮哦，这可以当喷的，很担心。对啊，你觉得他自己应该不会发现？你知道装了这个之后，他也不会发现吗？应该不会发现。这是什么？然后就拿回来重装，再等三天。狮吼功外加一个大喇叭。好的，那我今天就要来开箱我在虾皮上面买的三个怪东西。那我想，我先从哪里开始？这是什么？气死了！接下来就等晚上的。你真的好烂哦！你真的超烂的，你很不会说谎哎！啊，我太善良了，你底子不行啊！我太善良了，我不是社会人。哇，有一个已经说干要等多久？哇，这个。原本是来的时候没有，没有，那时候现在就找出来了。这样真的不到，我们刚刚走过来五到十分钟，那应该是人的问题，人的问题。是女生的体谅，我们懂，对，我们体谅，我们善良，我们包容，暖他一整天。你不要走到一个他自己一个人回家，然后我们在那边傻的。白痴哦，我身上我喝不出来，外面贴东西的，不会，你看。天哪，是在整我们？可以去，可以去，可以去，可以去。喂。喂，嘿、hey, ，有，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们走过去了啊，嗯，吧。啊，吃蛋糕喽。那我今天可能就不点名了。我觉得我们
又在点名了，我们就会玩到很晚，我们差不多会快到十二点才结束。没错，我们还要等一下还要去拍东西，那就先跟大家说拜拜了。OK， 等一下就是看你帮我假装不是梳头发之类的。啊，我假装绑鞋带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那我就突然丢过去这样子。等一下，我找到我蟑螂，因为我刚刚不拿在手上了。哦，跑掉了。跑掉拿实体的蟑螂。这一遍哦，就这样丢。OK OK。我拉远一点。还在拍片，他们在拍片，他们在拍片。我唱了，我唱了。祝你生日快乐。什么？快乐。我操！好帅！行不行？互封互封互封，快点！我们有这么坏吗？对嘛？哦，不是蟑螂，这样很失望是不是？哈哈哈哈哈！失望。我跟长笛去找人设计，然后帮你画这个，然后这是一个夜灯。我不配，你们不要说我怎么的。你的车钥匙被拿走，你都不知道。他为什么要拿我车钥匙？我们现在去看啊！你现在去看，然后现在干嘛？暴改直接变暴走车。对啊，你那个不是我一台车吗？真的假的？可是我还不会开车。会不会是纸扎的？你们也蛮有的。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是那台吗？哎，这个吗？哎大家你知道哪里不一样了吗？先看一下好不好？警官前后，蓝队，生日快乐！惊不惊喜？恭喜！恭喜！还是吗？你那把我五分多少次？我现在台超好差的第七十八台啊！谢谢你们，真的很用心耶！太扯了啦！一下让别人知道不可以撞我屁股啊！这也是我礼物之一。哇！好了哦！你现在没有人敢撞你。哎，大家以后只要在路上看到这里的这个，就知道是我的。卡片还要会上 D 卡热门的卡片，干新版。
超扯，因为都不是他们玩过的游戏，都是你玩过的游戏。什么？有看到这个图案吗？啊，哪一块？然后暴暴王，然后糖豆人。天啊，太有巧思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